来来来来来啊！人肉倒车雷达有没有？哎，帅气的下车要怎么下？滚下来，滚下来，滚下来。然后有客要加高铁的哪位啊？哈，我你先来了，卡那个高铁的那个啊。普街就对了啊，哈，就流行诶，普路迎宾又普街。ご覧の番組はシアオシー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。陽光復職。嗨，你要卖多少夜晚篇？为什么晚上要突击？估这台啊，看一下，那车主很年轻，非常的年轻。啊，这台车到最后我跟他的成交价是10万块。然后其实他来之前我已经去问过了，其实这个市价应该是只有几万块而已。可是从他传照片给我看的那天晚上开始，我就睡不着，日思夜想。因为他昨天晚上才传的啦，所以一天而已还好，不是很多天啦。然后反正他本来要卖我15万呢，因为他去年说买20万，但回来修了一些风扇啊，有的没有的东西，本来要卖我15万，后来我们谈就10万成交这样。这是他爸爸吼叫他开来卖给我，所以我觉得这种亲子关系很好，绝对信任。有没有以前那个爸爸一定不放心儿子去处理这种事情，怕被唬啊，怕被欺负啊？我跟你讲，我们的店人家都不用担心，对，爸爸直接叫儿子来处理就好了，就代表什么？小师汽车是可以信赖啊，我们也不会骗他啊，我骗他干嘛？10万块而已，我去骗他浪费我自己的招牌，对不对？好不好啊？带大家看一下估车过程，走吧。发现，嗯，它这两次避震器插的位置不一样。你看，一只避震器插在这边，一只避震器插在那边，你有发现？我问你哦，为什么它的避震器啊，一直插前面，一直插后面？我们就一直插前面，一直插，一直插这边，一直插那边。不，这原厂设计就是这样子啊。是啊。不，啊，它这是，它这个是不是避震器有换过比较高？它这个应该是有加高的啦。我还问，应该是有加高的。拜拜那个。白白的，这个呢？哦，这跟正常来讲是方向机的避震器。一般这种，你看这种车有没有？嗯，这种像 off-road 的车啊，会去加装这种东西。是啊，对，这是加装的、哦。越野的时候，这是加装还原厂？这个加装的一定都是加装。哦，我懂意思。对，它有时候会左右，有的时候你落差太大，它方向盘会扳、嗯，会扳很大力的时候、嗯，因为通常越野车手不会勾在里面。对，因为勾着。会被扯哦，会受伤，会弄伤，对。啊，所以它会需要一支避震器去缓冲。哦，我懂，它的力量不会那么大的力量。对，前面没有避震器吗？为什么没看到前面的？在哪里？在下面啊。对，这边。我、哦、看那么短哦。哦，这是看，好摩托车的、哦。哎、欸，这是不是可以打开？哎、欸，它这个好看。那看起来我没有从从来没有把它开过。你没开过哦。啊是啊，它是碾死的啦，它把上面封起来。对，我看到这边碾死了，它可能怕漏水，它天窗它也把它封起来。哦，这有天窗哦。然后把它封起来。哦，它这个只能往上翘的啦。对啊，它把它往上翘，它把它封起来了。哦，好浪费哦，我要把它打开。打开不知道会不会漏水。阿哥，你没用刷呗？我来看吊车。它不是我爱的那一型。啊，不然你爱哪一型？我要坐四个人。哟，你这四个人啊，好标一啊。我五个人诶。啊，那无啊，这好标一啊。我五人座诶啊。你放在后边椅啊呢？就椅啊吗？不是，不是椅边，另外一边。边呀，这边呀。哦。我把它掀开。哦。哇。酷哦！啊，这边嘛一个，啊，两个坐睡对象，都要坐两个小朋友啊。有啊。对不对？那坐小朋友而已。哦，天窗会热，还放遮阳板。啊，对，因为夏天超热。哎、欸，哇，还有一块顶杆，改的。改吧。对，那改的。哎妈，这顶杆。对啊，所以你买来它就这样。对，买来就这样。啊，看一下有没有漏油来。试错也看不出来，应该是没有，看起来是没有。第二，我们在上面加眼镜。在 Stacker 是 V6的。3000诶，一共在
会车牌，所以税金牌照税九千几块。哎、欸，你这电费敢那咱的迄个轨道灯呢？哇，办公室的轨道灯。哇，脚灯破一个。哦，那个停在路边被人家敲破。对啊，哎、欸、啊，这不知道被多少倍。哎、欸，那个露天有。你有找到？我找，可是我还没换，那这几天破掉了。哎呀、哦欸啊，可以帮我换几天看嘛？哎、欸，你这个也好袂歹嘞，哎、欸，这个你烧的，啊，这不是这个了吗？这个你有比较偷看的吧？无啦，我拄仔讲是迄残障的。是，我讲伊是人咧偷看的，哦，真的用的。这是请人家烧的，哦、是花钱的，这不是干人家那个。那应该是别人去干回来给你的。我觉得是啊嘞。不要。并拐我台北市。台南县，哇，那个台北市政府，新北市政府，啊，伊就养车来咧，不会变贵啊。提供车高超过800都无得养，因为只台八高，所以八高了对吧？啊，提高风。上次验车什么时候？上个月。哇，那来不及了。哎呀，你过好了嘛是爱养嘛对不？但是伊这窗仔拢封起来，啊，所以咱哪个挂开唔知漏水，伊这也是很贵啊，反正也是很贵。它可以挂。用实力控高气啊，提汤嘛用实力控高气啊。那应该选择最帅的电影啊，我下面这下来他管啊，你这是不是避震器有改过？那好像避震器有拉高，对不对？有避震器有拉高，你这不像我们盖的。好，来金阿半的有没有？这就是货车的那个金阿半，国语怎么讲？弹簧板。哎呀，弹簧板，哇，哇，哎，帅又好，请人家巨石强身啊，那个都哇，你不能不要再油烫，叫我一共用八台用啊。我们切做两，我们烤肉工。开这种车后面载两个废油桶，有没有很帅？阿呆，废油桶里面灌满了水泥，里面灌一个人，更帅。引擎其实还蛮不错的，那台记录。你说这台车是你去买的、哦？我跟我爸去买的。哦，你跟你爸去买的？对，那有还有你买的。啊，你帮他找的，还是他自己找到的？帮他找的，在那个社团。哦好啊，阿哥你想好的这台在哪边啊？在，这泥上的材料，伊讲还好像都还不错，伊讲最新红叶巴拢好。哎、欸，你这也在放落来啊？对啊，啊无油汤没啊干落来。哇，帅，会帮你讲哟。哎、欸，看到没有？有做木工哎、欸、哈，跟那个浴室厕所地板一样。好啦，那就处理啦。呀，处理下去啊。对啊，处理下去啦。小粉丝开车来卖，好不好？小粉丝帮爸爸开车来卖。95年的2000年发造的，哎，木工啊，伊这会车爱有黑吼，啊，咱等下贵公司边阿买买晒吗？可以挂公司的，公司的都好，应该啥应该，啊，先给20000好了哈，点一下，叫啥 King Cab，King Cab， 听过吗？木工。好吧，他平常开的，现在想要买那个，也是货卡，大公羊。哦，大公羊，他刚刚不是福特的吗？不是，啊，雪佛兰，对，雪佛兰。他说他买了一台，哇，帅哦，一公牛，粗犷，啊，爸爸长得像巨石强森。没有，没有剃个光头这样，哦，穿一个迄军靴，哇，哦，露车呢。啊，你有跟爸爸说哈，不要害我。不会，我已经跟他讲好了。对啊，不要害我。不会，爸爸后来说，我儿子。啊，我想你点。哎呀，好想你点。不要问问题，不要问问题。钱要给啊，这不是我要。哦，好啦，谢谢啊，那你跑来。耶！订阅、分享、留言，有没有？拜拜！我要去选举了，好不好？动身！Time to follow your dreams.
晚上要突击，对不对？不是那个男女突击队哈，之前那个翔翔那个是不是叫男女啊？看啊，阿呆不知道。喂，亚洲空干王知不知道？我这样有没有？我一直觉得有的人在甩、欸，他怎么可以这么快哈？以前哈，我觉得翔翔还好，可是经过这次事情以后，我非常的确定他真的是我的偶像。他就不是空干了，他他现在在空干王，人家是苦干实干。